黑道竹联帮旭仁会会长日前遭刑事局逮捕，警方掌握他涉嫌暴力讨债，教唆40名小弟包围营造公司，甚至还泼洒秽物挑衅，前后发动2波搜索，一共逮捕了25人。而全台大扫黑经过了一个多星期，已经逮捕了390名嫌犯，查扣1500多万的现金赃款。特勤队员全副武装冲上楼，手拿破门锤，闪电攻坚。方向，方向，警察！大声喝令，要嫌犯通通趴下。他们全是竹联帮旭仁会的成员，也就是绰号疯狗尾的陈姓会长带出来的小弟。一伙人长期在双北地区暴力讨债，曾经跑到北市中山区一间营造公司，数十名恶煞不顾保全拦阻，闯进办公室闹事。有坦诚罪行吗？警方追查，这名廖姓被害人以哥哥经营公司作为担保，在外积欠数千万债务。冯国伟受托帮忙讨债，连续教唆小弟包围公司，甚至还泼秽物恐吓。这回刑事局警方掌握蛇起市政，发动两波攻坚，逮捕旭仁会25名嫌犯。他的作风，他的手段是跟踪、监控、恐吓、来骚扰、妨碍自由、限制行动自由等暴力手段。对多名被害人呢、来实施恐吓取财。同属竹联帮的洪仁会一名属系干部也在台南落网，警方发现他从台北诈欺到台南，更直接在当地开启网红餐酒馆，1、2楼正常营业，3、4楼拿来当诈欺据点存放赃款。警政署全台大扫黑，短短一个多礼拜逮捕390名帮派分子，查扣1500多万的现金赃款，从攻破据点到扣住金流，全力打击嚣张帮派。记者黄黎明，台北采访报道。